哦，差一滴血，打遍了，打遍了。Two towers. Poor wretch. Low bridge. Enemy spotted. Last player standing. Low one enemy remaining. 我去，下班中，干嘛呢，老铁？他干嘛？ 举灯泡儿，那哥们儿。Off your feet! I know exactly. 满保安的都死他妈的，真是傻逼东西。他有他在就抄不了后呀，这他妈讲道理啊！这只能打正面。玩保安的炮哥，不是炮哥，你不是玩凯咒的吗，炮哥？那也是个保安啊，他统称保安啊。 不是这个英雄的保安吗？不是色服叫保安吗？凯咒也是保安。不是他们这种类型的就叫保安，他叫。哦，我以为是他那个摄像头，所以叫保安。我的，把炮哥又译了。哦，我刷到视频，我也看炮哥其实也挺阴暗的。他的那个墙上就是很高的弄一个半截，让人家蹲着走过来，然后他搁在旁边打侧身。 你炮哥也不是什么好货色，我看那视频，我操，那个阴险的笑啊！哦，炮哥，脸都笑歪了。他那个半截就弄得很高，让人刚好可以蹲过去。是的，是的，是有这种，我以前也整过这种。太阴暗了，炮哥。也可以放得很低，让别人故意跳过去。嗯，真不是人吗都？没办法。哎呦，炮哥还在直播间，炮哥。 OK， 他死了，漂亮，冲！他死了，那个半箭是不是就失效了？掉了，失效了！哈哈哈，你爹来了！人呢？现在？打野了，应该，B通没有。掉包，掉包。Spike down B。Spike spawned B. One enemy remaining. 拉出去吗？前方打了两个，150，无敌了。两个左边。30 seconds left. Breach kit. One enemy remaining. Yeah. 什么东西啊！你妈的，装啊！要尊重就给我尊重到底！我操，非得他妈给我这些！要不就别拉哥，这边根本就不懂职业，职业值玩烂。一是我不打职业，我还是8B级职业；二是练个英雄用多久啊，兄弟们？1礼拜足够了吧？ 要是肯练的话，其实不是天赋不天赋，你只要是别的 FPS 游戏玩的好，你转另一个游戏你就不会差，你懂吗？你怎么可能转一个游戏就瞬间变痴呆了？不可能，那说明你在之前那个灶也不咋地，你懂吗？因为每 FPS 都是相通的。我操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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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兄弟。 不，他为什么要捂脸上的烟呀？没有装逼啊，他确实是相通的呀，就是你的那些走位啊，就是哪怕是疫苗那种瞄准方式都是一样的。CS:GO 跟这个的区别就完仅仅是一个不能蹲着压，你懂吗？那其他的东西很多都是可以就是从 CS:GO 那里拿过来来就用的呀，那种木人那种 pick 都是可以用的呀。 除了这个游戏，除了不能像 CS:GO 一样蹲着压枪，其他都是很多东西都是相通 ，FPS 都一样。感觉爆点有，没清爆点没清完，爆点没清完，我俩这位置放不了，你们清一下，你们从别来的。我操！拉！30 seconds left. One enemy remaining. 没见没见没见，剩个保安。
看，你看看，恶心逼！真他妈阴了，这人！啊，不找他了，要被炸死了。哎，他过去了，好像。找你们了。啊，他太老六了呀，这人！不要不要玩这个色服啊！这个直播间的，这玩玩久了，感觉心里都被阴暗了。不要不要玩啊！不要玩这个。这个太变态了，这个。自己玩吧，自己玩吧，二打四。Soul shots。带的包不？跟。别急，可能落后了，跳不落，跳不落。你架点后点，架点后点，别急，架一下，你架一听就好。这警察还没。要不你过来跟我往 B 摸，兄弟，他感觉他们超了，我这一个没逮到，怎么样？能过来吗？看不看 ？Bro, I can't understand. Oh, okay, come on. Oh, shift, be quiet. I know exactly where you are. 30 seconds left. 太二子了！他们就在 B 通，小心 B 通。Concealment. Enemy in center spawn. 感觉 B 通，我感觉 B 通有一个。Head planted. Last player standing. 客服不知道在哪。One enemy remaining. My ult ready. My heart's racing. 搞这些你玩你心里呀，就你心里呀，啊！你这么心这么阴暗的人，能真拆这个包？我是不信的啊。One enemy remaining. Attackers win. 还给你反应？要这反应吗？跳个勾八卵，兄弟，哎，烦了。哎，下班，你要趴不进去了是吧？趴趴着。OK， 下次玩。行，你是不是能跟你大号排？排不了了。我大号你到神话了才能跟我玩。哎，我回来超凡自己打打吧，我自己看看能不能上个神话。那下次玩，拜拜。行，拜拜。